A little Chinese， 小不点中文。Hooray！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个声音。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吗？没有错，这是熊发出的声音。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熊的事情吧。世界上的熊有很多种，不同的熊长得都不一样，它们的颜色、体型还有大小都不同。世界上有许多的地方都住着熊，不过有两个地方是没有熊的，那就是南极洲还有澳洲。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在地图上找找看，南极洲还有澳洲在哪里呢？不同的熊喜欢住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熊喜欢住在寒冷的台原，有一些熊喜欢住在湿热的雨林，还有一些熊喜欢住在高山里面。世界上总共有八种熊，这八大种类的熊分别是美洲黑熊、美洲黑熊、棕熊、棕熊、北极熊、北极熊、亚洲黑熊、亚洲黑熊、安第斯熊，也叫做眼镜熊、大熊猫、大熊猫、懒熊、懒熊、马来熊、马来熊。熊是一种哺乳动物，哺乳动物有什么样的特色呢？那就是它们的身上都有着毛皮，背部有着长长的脊椎骨，身体里面的血是温暖的。另外，哺乳类动物的宝宝在肚子饿的时候会找妈妈喝奶。这些哺乳动物的特征在熊的身上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们，想一想，你还知道什么哺乳动物呢？熊是一种很大的动物，它们可以长到300公分那么高，超过400公斤那么重。小朋友们，你知道你自己的身高多高吗？大部分的熊都是黑色或是棕色的，不过也是有例外哦。北极熊全身上下的毛都是白色的，因为它们生活在充满白色冰雪的北极，身上的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雪地里隐藏自己。熊是不是很可爱呢？它们通常都有宽宽的头、大大的身体、短短的腿和尾巴。它们的视力不太好，常常会看不清楚东西。不过，它们的嗅觉很好，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食物的味道。大部分的熊都非常会爬树，还有游泳。虽然熊很强壮，但是它们不会随便攻击人。通常它们只有在要保护熊宝宝的时候才会变得凶猛。小朋友们，如果你在森林里面玩，你还是要非常小心哦，要随时注意四周有没有熊或者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你知道熊喜欢吃什么吗？它们几乎什么都吃，是杂食动物，只代表着它们吃植物，像是竹子，也吃动物，像是鱼。不过，在冬天的时候，很难在外面找到食物吃，也因为这样，住在寒冷地区的熊在冬天的时候会好好的睡上一觉，他们会睡很久很久，睡过一整个冬天，一直到温暖的春天来临了，外面的食物又多了，熊才会起来，这就叫做熊的休眠，是不是很有趣呢？小朋友们，你现在对于熊这种动物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现在让我们一起试试看，你能够像熊一样咆哮吗？很棒哦，就是这样的声音。小朋友们，希望你喜欢和我们一起学习关于熊的事情，我们下次再见。Bye-bye!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for more fun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for kids. Also, don't forget to check out our website at alittlechinese.com for some very cool Chinese learning products. Another quick tip. If you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a bit more advanced for your children, please check out our partner channel called Mama Lao Shi. Mama Lao Shi makes wonderful Chinese learning videos for slightly older kids. Enjoy!